正值岁末年终感恩的季节，彰化县政府并没有按往例办理大型县政发布记者会，而是由王惠美县长于脸书发布《彰化前行感恩有您》影片，从温馨的角度切入，记录乡亲每日守护彰化平安幸福的日常，以及默默付出勤奋努力的身影。透过影片，由衷感谢每位坚守岗位的乡亲。阿美县长在片尾感性地说出心内话，多谢大家，感恩有您，感谢每位五名英雄，彰化有你们真好。日头还没光，透早恁就出门来打拼，不管好天还是坏天，拢看到恁认真的付出。让囡仔读册，有一条安全的路会使行，是咱大家的责任。认真的态度，是为着要守护咱乡亲的平安甲幸福。大粒官、小粒官，拢是对故乡欢迎发展的愿望。因为有恁，这也是咱大人、囡仔上欢喜的所在。舞台已经搭好了，出外的少年家嘛已经回来伫遮。过去每一次小赌，恁拢是对我讲：“馆长辛苦了。”不过，我感觉这款的话，应该是我对大家来讲。五年来，大家给我有机会来做咱馆民的长工，甲上来草的馆副团队。斗阵来打拼，因为恁大家的付出，彰化才会使过好每一天。今嘛，我要甲大家讲一句心内话，多谢大家，感恩有你，我彰化，我骄傲。彰化人彰化是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。